俺的人吼，十多一个年纪啊，最重要的就是身体健康，安样呢，才袂造成生意那个负担。哟，林大哥，哎，嘿嘿，李店啊，老嫂，今仔好庙口有医生哦，要来帮大家做身体检查啦。啊，咱这针头哦，割你割你才上赞啊！我想讲，我要拜托吼，你帮我送一挂过啦。我等你先来送过啊。哦，好好好，先来哦。哦，好好好。李大哥，谢谢你。上菜来好分啦。这个护士啊，医生也辛苦。哎呀，哎，无。来来来，谢谢。来，太好啊，感谢一下啦。哇。来来来，这个哦，要由恁提上来啦。哇，这高丽菜这么水啊！哦，水哦。啊，你就来，顺便来做些大肠癌的筛检啦。对啊，很累啦。我身体这健康，我检查啥？好啦，像你这年岁，政府安排已经差不多六成人拢做过啊，来做做一下，真简单，真简单。蔡英啊，足多工会要做下来，我来，我先来做。既然来啊，就顺便做一下啦。林大哥，顺便做一下啦。来，林大哥来检查一下啦。嘿，那嘛一个好意啊，未占上我的时间啦。是啊，对不对？我来讲，未听。上重要哦，更免开钱，迄政府补助的呢。啊，是啊，是啊。是啊是啊其实嘛，足简单呢，咱就是讲打开了，挖一撮咱的大便，啊，甲放入去。隔天你摕来给我，其他拢交给我做，足简单，吼、哦，嘿，无麻烦，你继续填。啊，你有早健保卡无？啊，有啦。好的建议啦。李总有老爱来的，去做太重癌的检查。我真给他想唔到，不能发到癌症健康呢。不过吼，我医生讲的真算数啦。经过医生的确实诊断过后，癌速度提起的太重癌，好得做太险，用太重镜老去夹出来过后呢，也不是手术，轻夹就好咧。恩人的身体呀、啊，就像系菜叶。有轻度的视网膜，可能都看到眼看唔到，咩感觉唔到嘅微数啦。你讲我发现一条视网膜啊，天朝我去检查，就像喺外地做催虫嘅中药啊。多一个年纪啊，健健康康系最重要嘅。故说每两年呢，我定期来做体重癌检查。政府补助50到74岁嘅民众，每两年做一摆体重癌检查。